大家好，我是15号选手马浩天。今天带来这一的那些你不冒险的故事。当两颗心开始震动，当你瞳孔虚伪闪躲，当爱慢慢被遮住，只剩下黑，距离像影子被拉脱，当爱的故事声听说，我找不到你的纯的面孔，让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孙老师对刚才的表演进行点评。你的优点是就是情感掌握得很好，非常的细腻，然后低音稍微有一点点音准有一点跑，然后给你一个小建议，就是口腔用的太多了，气息好像没有结合在一起，所以高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扯嗓子，希望你下次再可以继续进步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